完了，开始折磨了。又要扣我呀？他不早点交闪他就死，我要么让他免费交一个闪啊，又开始折磨了，我操，我要么让他免费交个闪，要么我闪现他死，他只有这两种情况发生。啊，又模糊了，还模糊啊，原画模糊啊，原画还模糊的话，这把打完啊，这把打完，我把那抖鱼那玩意儿给调一调。这把先打完啊，拉啥呢？别急，跟他打啊。小扣一下，回头红怒晕平 A 走，免费耗血，平 A 接个扣，再 A 一上来 A 一走，红怒扣，你以为你有技能，兄弟，其实我的技能早就好了。回家。一放技能就模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那啥，等我打完，我给你调一调。一 Q 一过来开大招晕住点燃平 A 平 A 又开始了，打野不开始就中单就开始死了， A 1 buff 留住 Q 一下，你干嘛来了？回家了。
我们在网吧，英雄联盟问题跟他们没关系。跟他们没关系，你知道吧？我已经好几天遇到这样式的了，这不是说他们网的问题，就啊什么那都是这可瑞克的。昨天也这样，指不定谁就这样了，你知道吧 ？AW 铁字边 AQ。指定是有点毛病，要不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这样。往我这走来。我直接晕住一走，你是很骚啊，我发现兄弟，有这么骚吗？不至于这么骚吧。我这好歹杀了三个人了，这鳄鱼薛威有点瞧不起人了。别急啊，这边技能没有，先扣一下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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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烟，直接 W 住穿死，他的血量根本不足以能支撑得了我两个技能。没事，这不连上来了吗？总比那连不上来的强啊。 A 接 W A E 一回来 A 接 Q， 好堂堂。潘森有大，我们快撤。可血战斧无敌了，这慢慢升级吧，那有等级追赶机制，没关系。这么顺出右干嘛？为了无敌。他们俩不会要一块儿来干扰我了吧？我有点害怕。
一塔没人要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把能对我们有威胁的人啊，只有对面的卡莎。所以我们啊，吃完这个线儿，吃个蛤蟆，看住这个落手，别让他拿峡谷先锋吃我们塔皮。 去下路越塔，不给他下路活路。放，直接下就得了。再推一波吧，正好他俩死了。哟，他放下路了。 往下走来，守一下这个，这下路没了呀。 直接下路越塔啊！ 直接给我越，随便越，只要把露露杀了就可以了。全死，我这扛塔都不掉血。知道为什么要出肉了吗？因为让防御塔打不动，就可以随便越塔。<咳> 撤，不行了，确实该撤了。我把红打了吧，我本来还想留个红给这艾克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看这艾克啊，你是真是不怕死，我发现谁你都敢蹲呢。 连我你都敢蹲，兄弟，回家吧。他拿吧，就不太想给他，你知道吧？但他都过来了，想想算了，我给他吧。 先杀潘森，闪现 E 晕住。螳螂吹波 Q， 我们吹波 Q， 互相吹波 Q。这追啥呀？这还追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你给我个红，刚才。
没准那螳螂能死。你也不给我红。他又把谁杀了？跟我中团，小龙啊，小龙也可以来。中路不能掉啊！这家伙，你这本来俺们家少人，你还去上了带线儿。跑就不追了，推中。跑还追什么呀？这张本事了，追我了。推二塔吧，把二塔拔了。其实我的这等级吧不算太高，我觉得正常，我现在应该15级，因为这掉线的球女都12级了。先锋不好打吧，我先把这蟹手做了，省着他们给我秒了。再把死亡之舞和黑切除了，这把不太需要振奋，这没什么魔法伤害。哎呀，我有红 buff， 你怎么跑？小可爱，上高地。为什么我身上有个链子啊？谁把我链住了？哎，我后面打的你们还模糊啊？还模糊吗？可以杀。没有那啥了呀，没有小兵了呀。没事猴哥，我看啥都模糊。不是我说真的，还模糊吗？
太模糊，那我还是得调一下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上传率的问题，可能就是我的上传率跟不上他的码率，就会以导致画面模糊。我给你一个红了。我都挺对得起你的了，兄弟，你还想要一个红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杀人，我们家没惩戒。杀人。先把螳螂杀了，这样我们家就一定能拿得下这条龙，你知道吧？剩几个人？剩一个潘森，拿龙吧。啊，把龙拿了。他们那打都打不动我，我那这进场都没人打我。不用去了，下路收兵吧。可以打大龙，尝试一下打大龙。你看对面有个红。拉草里边打吧，哪来个潘森的？小可爱，谁是小可爱？你大爷的！我是大可爱。推中，我就讨厌露露了。这螳螂可膨胀了。谁他都敢打，杀螳螂，杀螳螂！哎，今天必须得杀螳螂。呀，复活了！艾克躺赢啊，艾克不给分儿，艾克算逃跑掉线儿。快点推了吧，那球女儿掉线了，省得不算了。